好可怕，肖战拥有最庞大的粉丝流量，但他已经超越了单纯追求流量的层次。流量简单来说，指的就是一个明星在社交媒体或其他平台上获得的关注度和用户点击率。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流量成为了明星们争相追逐的目标。有了庞大的粉丝群体，明星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商业合作、广告代言等等，从而获得更高的曝光度和收入。肖战以其出色的演技和清新的形象，在短短几年内迅速积累了大量的粉丝。他的微博、快手、抖音等社交媒体账号都拥有数以千万计的粉丝，每一条发布的动态都能引起巨大的讨论和关注，这无疑证明了他在流量方面的强大实力。然而，与普通追求流量的明星不同，肖战的成功不仅仅停留在流量之上，他以其真诚、友善、努力的品质赢得了更多人的喜爱和尊重。他不仅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演员，还积极参与公益活动，用实际行动去帮助他人。这种正能量的传播使他的影响力不仅仅停留在娱乐圈，还渗透到了社会更广阔的层面。肖战的流量背后是他对粉丝的真实关怀和付出，他经常与粉丝互动，通过各种方式与他们保持联系，让每一个粉丝都感受到被关心和重视的温暖。他不断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素质，不断挑战不同类型的角色，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实力，这些都是他赢得粉丝支持的原因。肖战不仅是一个具有优异演技的明星，更是一个具有正能量的偶像。他用自己的努力和实际行动诠释着明星应该有的社会责任感。他在成为一位成功的演员的同时，也在承担着对社会、对粉丝的责任。这种用心与付出使他在娱乐圈中独树一帜。所以，无论是从流量还是品质来看，肖战都已经超越了普通明星的层次。他的成功不仅仅在于追求广泛的关注和粉丝数量，更在于用真心打动人心，用实际行动改变社会。肖战拥有最庞大的流量，但他已经和流量有了质的区别。他是一个真正值得我们敬佩和支持的明星。